今天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露思。如果说可以和刘一彤跟郑业成的话，你会想要跟谁换？刘一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吃不胖，怎么吃都不胖。如果说真的穿越了，秦川、柳依依、洛菲菲、叶灵香四个人，最希望穿越成为谁？洛菲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获得真爱了呀，他的结局是圆满的。好，第三个，会为了一份爱执手千年吗？不会。过于真实。第四个，脾气火爆但演技超好，演技超烂却脾气特别好的两种类型的演员，你更愿意和谁合作？我更愿意跟脾气暴躁演技超好的人合作，因为我觉得合作它不是生活，就不是平时的相处，这就是工作。对于工作来讲，跟一个戏好的演员工作的话，我觉得是一种享受。对，好，第五个，最爱的成都三道美食是什么？兔腰、兔头。妈，全是兔子，你们可别说我残忍啊。兔腰、兔头，然后还有那个猪蹄，老妈蹄花。回成都的话，我们可以在哪里遇到你？太古里。请问自己演的最沙雕的一个剧情是什么？我觉得我演的剧情都挺沙雕。加啊！欧巴，欧巴，欧巴 ，Gangnam Style。我觉得对我还好，想不到。因为我这个人的底线比较低。好，第八个，最近最爱的一款抖音特效是什么？是那个蓝精灵，就是脸上有两颗蓝精灵的那个。第九个，大气线上移和长胖，你更不能忍受的是哪个？长胖吧。第十个，请用川普说，倾我千年护你周全，先凡配高堂，三千两本只为守护，十生十世灭电。请我千年护你周全，先凡配高堂。三千年魂只为守护，十生十世的绿莲。